十一月，广东省。当和之梦的同事们在南京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时，此刻的亮叔正在温暖如春的南方海边度假。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、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，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。广东省惠州市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了广东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生日。对，今天是赵明的生日，所以我们一家人来到广东度假。师傅，那个惠州的什么特产？特产是什么？或者特色菜，或者特产？最代表性的特色都是凉豆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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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是它这个叫的是盐焗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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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切鸡。海鲜呢？海鲜。海鲜这里就多了，都是这个海鲜。哦。这个季节就是吃海鲜的季节。哦。在司机师傅的推荐下，脚刚刚着地的亮叔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吃货模式。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当时我没多。生日快乐！几岁了？六岁了。哦，六岁了。还有一个人不在这儿。对啊。是谁呀？赵纯。赵纯现在在哪？干嘛？在家里写作业。你啦啦你啦，咦，他要站。第一个就要吃这个，第一吃吧。哇，妈妈也吃一个。这个肉特别厚。这个肉好吃。这是我们这个店的招牌，酿豆腐。酿豆腐啊，酿豆腐啊。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有那个肉。猪肉馅啊，然后还有那个葱白、胡椒、豆腐是自己磨的，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己做的。啊，自己做的。老板的眉毛很帅。眉毛很帅。好长啊。眉毛。不知道是不是吃海鲜吃多了。对吧？你看他的眉毛很特别。来来来来，酿豆腐。酿豆腐。它里面是啊，你把块肉给弄掉。我吃，它那个外面的皮，对，煎的特别酥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里，不想吃。我带几条，恐怕是臭在一起。它的精华其实是在那个酱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真的好吃，在。这应该是花生豆。这全部好吃。全部都好吃。全部都好吃。他说全部好吃。或者你说全部好吃也行，但是这种说法就很奇怪。全部都好吃。第二天，风和日丽，这环境太好了。而且你知道现在已经十一月中旬，对，中下旬了。我们今天做什么玩？玩钓鱼。对。
哇，好大！跳水吗？好大！哇，すげえ！够大，对不对？すげえ！超开心！啊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说不上来的幸福。不回家了吗？我不回家。不工作了，罢工了，今天。亮叔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最爱的休闲运动。他等了什么时候？啊？他等了什么时候？시간이에요是这样，好无聊。就坐在这等吗？还晒。这女生真的不行，完全不适合钓鱼的。这个才有意思吗？有什么意思啊？就看。然后呢？因为我不可能钓到。走开。这个过程很有意思。啊。哎，不懂的人永远不懂。无聊。哎，走了。妈妈，我们去玩吧。太精腻了。一个小时后。钓不着，你别钓了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为了维护某人的自尊心，船长将船开到了更容易钓到鱼的地方。嗯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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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？期待一下。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小时。天都黑了，亮叔，我们是不是？这是最后一次。最后赛过了，赛过了，我一该赛过，鱼饵没了，没了，赛过呢失败，哦，享受完阳光、海浪、美食的亮叔，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哎，我这几天在海边玩过了，该工作的时间了。听说有一个白人的美女就在这儿，然后她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会说中文的一个外国人，所以我拜访她一下。是他吗？哇，六狗啊 ！Hello， 早上好。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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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大家艾克。艾克。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您叫什么名字？安吉。嗯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竹内亮，亮吧，亮。亮。漂亮的亮。OK， 漂亮的亮。I'm Japanese。啊、oh, ，really？ 对啊，我是日本人，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在哪儿买的？在哈尔滨。在哈尔滨买的， yeah. 所以你从哈尔滨来的是吧？是的。哦、oh.。在哈尔滨团建了。哦、oh.。但是在这里现在工作。哦、oh.。哇，这个房子好还可以啊。这是新的小区。哦、oh.。你是俄罗斯人吧？是的。俄罗斯的哪里？西伯利亚知道吗？西伯利亚啊，知道，很特别北，很冷的，很冷的地方。哦。现在已经下雪了。哦。那你喜欢冷的地方还是这边暖和的地方？
我喜欢这里的海边的地方，热的地方，天气很舒服的。就是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听说这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。有很多，好多外国人。为什么这边有很这么多的外国人？因为有海边，外国人喜欢海边。然后深圳很近，香港很近，广州很近，什么都很近。如果想去外地，你可以去香港飞机，在这里很合适的。租房子不贵。海边有。幼儿园有。中小学有。大学有。是吗？这个小区里都什么都有。差不多吧。お邪魔します。哇，哈哈哈！这是俄罗斯的风格吗？不是俄罗斯，意大利的风格。意大利的风格。有几哇，这么多。多两房一厅，这个是我的。哇，すげえ！你看，好看。那这个房子多少钱？租的。租房。你猜猜。才，两千，更贵是吧？低，是吗？是的，1500，1300，那可以啊，包括管理费，1300啊，1300可以啊，挺好的，不是可以，太。棒了、太棒了吃的习惯吗？吃饭习惯吃的东西。我非常喜欢中国菜。是吗？最喜欢东北菜。最喜欢东北菜。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的安琪，2009年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哈尔滨师范大学留学。目前他是这里一所国际幼儿园的音乐兼英语老师。你知道我的俄语名字？不知道。Angelin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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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 ，Angelina。Angelina。天使的意思。Angelina。Привет。Привет。Привет。你好。Привет。Привет。不是 привет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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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的吧？ привет， привет， пока， пока， bye bye， пока， пока， пока 是 bye bye 的意思，再见，拜拜，пока， пока， 你知道 пока 的意思吗？日语的 пока 的意思，我知道，就笨蛋的意思。Oh my God！ 巴卡，你再说一遍最难的。На мели мы лениво дали мы ловили меня на меня, а любви не меня ли вы мило молили меня, а дали мы вы мне на меня。哈？绕口令吗？Ехал грека через реку, видит грека в реке рак, сунул грека руку в реку. 可以，我巴卡。好热啊，今天。热啊。现在西伯利亚大概多少度啊？看一看，-5度。-5度。还可以，广东25，深圳26。有30度的差别，还是西伯利亚很冷。是的。最冷的时候-几度？-40。四十。是的。哇，那个时候不能出门吗？一出门就死了吧？能，但是很难呼吸啊。这个是？这是什么？去到深圳。去深圳。是的，班车去到深圳。如果有这个卡，这两个。如果有住户卡和这个巴士卡。可以15块钱，如果没有的话40块钱。这好便宜啊！去深圳15块钱。哇！那你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？
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不理解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一连你好不会说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就是要么经济很发达的国家，还是很落后的国家，什么什么。中国，我中国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，现在这是第一个国家，在世界上第一个。第一个是的，不是美国吗？不是，那应该美国吧？你看看病毒时间哦，中国治疗好两个月就结束了。你看看别的国家，每天多，在美国情况超不好，印度超不好，俄罗斯也不好。但现在好多西方国家。美国也好、欧洲也好，都不喜欢中国。这些国家不喜欢俄罗斯。欧洲不喜欢，美国不喜欢。复杂的，复杂的，确实是。美国、欧洲怕俄罗斯和中国。哦，所以不喜欢。哦，这个看法真有意思啊，因为我一直采访日本人嘛，还是不一样的。从寒冷的西伯利亚到温暖的中国南方，安琪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答案下期揭晓。舒不舒服？这个鸟真的过分。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，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，点击加入，每月仅需290日元，即可享受我住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，快来加入吧！